市一带发生了一连串神秘的地震。震源在移动，这就是现在青叶市的震源图。哦，要真的。等一下，马爷，把那一带地壳层图调出来。好。震源的移动和地壳是没有关系的，这并不是一般的地震呐。那究竟是什么？用监视卫星的新 X 线扫描一下地层情况。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大约在地下200米左右的深度，有一只60到70米的物体在移动。难道是怪兽造成的地震吗？马爷，麻烦你赶快追踪一下各个地震发生地的轨迹。是。是一个圆形啊。这不是没有起点吗？这区域的中心有什么？是准备新建的地下都市工地。就是那个。超级胜利队的幸田与飞鸟队员立刻赶往地下都市的工地。工程是今天开始的吧？那是几点开始的呢？大概是早上不到9点就开始了。哎，那跟感应到第一次地震的时间非常吻合。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 PW 波，是首次引入做地下都市工程的。有了它，就不再需要打桩机和钻孔机了。多硬的岩石都可以变成粉末，然后只需要像吸尘器一样把粉末给吸走就可以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目前我们最先进的技术。难道是这些 PW 波的波动频率刺激到住在地底的怪兽了吗？在这个时候，负责开发地下都市的新领域公司正举行记者招待会。地下都市将新建在地底，由室内海滩、商务园区、居住空间三个半球体组成，是史上最大型的新领域开发计划。好了，现在到了大家发问的时间了，请各位随便发问吧。请那位先生发问。我是每日通讯社的高川。立花社长，我也知道地下都市是个伟大的计划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建在地底呢？这跟新建在地面有什么区别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知道会有人提问，地下都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下都市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地球新领域。地球新领域？没错，人类为了步入新领域时代而不断地向各个星球进发，不断地探索宇宙。而在迈向宇宙之前呢，人类是否真正的认识地球了呢？在我的心里，这一直是个疑问。这就是把它建在地底的理由吗？说的没错。我问你，你认为人类有没有很好的利用地球表面呢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除了海洋和地球的南北极之外呢，人类只使用了地球表面的30%，更何况地底呢？所以我敢说，人类根本对地球还是一无所知。地下都市是人类深入了解地球的试金石，也是人类踏入地球新领域的第一步。停止工程的话，说的没错。幸田、飞鸟，立即阻止工程进行。新领域公司方面由我们解决。只要我们利用最新式的光纤和光学技术，对不起，地下都市里的天体就可以受到完全控制。简单的来说，社长，
超级胜利队的席比队长说要邀请师找你。表现出真实的。不是说记者会的时候不许打扰吗？利用同样的技术，夜晚的月光也是能够实现的。所以我们利用新式的光纤和光学技术，对我们的生活和生产都是有帮助的。社长一定会生气的，要是把怪兽激怒了，可就更恐怖了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是是了，是。现在已经停止了工程现场使用的 PW 波。你说什么？ PW 波的频率可能已经激怒了一只怪兽，所以使青叶市一带发生了一连串的地震。你给我闭嘴！在工程开始之前，我们已经彻底调查过青叶市一带的地底，结果证实没有怪兽。你有什么理由就可以这样阻止工程呢？但是立花社长，终止 PW 波的时候，怪兽没有再出动，地震也停止了。没有 PW 波，是建不了地下都市的。你们超级胜利队就没有办法对付那只怪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首先一定要确保各方面的安全，之后才能让工程继续进行。确保各方面的安全，为了这种理由，就要毁掉我一生的梦想吗？如果你想不出对应的办法，那就让我来想办法。滚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究竟想怎么样啊？放开我！放开！住手！其实很简单，不是说怪兽讨厌 PW 的波吗？那我就开到最大功率，怪兽自然就会离开的。不要啊！那只怪兽又活动了，方向改变了。什么？怪兽向着工程现场去了。蜻蜓队员、飞鸟队员，请回答。怪兽向你们那里过去了。蜻蜓队员、飞鸟队员，请回答。怪兽向你们那里过去了。喂，快拉响警报啊！社长，啊，你想大家都死光吗？快走，快点走啊！会这样？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？飞鸟，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，我去疏散其他人。快走，快！什么？快跟上队长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出现了。神鹰号出动，明白了。
没事吧？不要再哭了，我一定会救你们出去的。撒谎！这样下去一定会让你给活埋的。如果我可以变成一只蚂蚁就好了。变成蚂蚁？没错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蚂蚁的。我把蚂蚁放进一个装有泥的玻璃瓶里，然后再把饼干屑、糖果放进去，每天都很开心地看着蚂蚁在挖洞筑巢。地下都市难道是受蚁巢启发的吗？没错，这么小的蚂蚁也能筑成这么出色的巢，更何况人类呢？人类一定可以在地底造出更出色的生活空间。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经过分析，那怪兽的颚骨，它应该是只食肉兽。啊！由它分泌出的唾液来看，那怪兽已经很久都没吃东西了。我们已经彻底调查过青叶市一带的地底，结果证实是没有怪兽的。这下明白了，怪兽本来到地面上找食物，却被 PW 波给误导了。攻击怪兽，阵型三。明白。其实说回来，我觉得我都挺像怪兽的。以前我老是喜欢去采蚁巢，但是那些蚂蚁，他们又会不知不觉重新建一个。说回这件事，社长你确实是不对，但千万别因为这样就放弃了，因为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梦想。那些明白地下都市是多么伟大的人，都希望和你一起再建一个新的蚁巢。收尸，发射破坏光线。发射。成功了吗？岂有此理！
果然准时来了。身之后的戴拿奥特曼的活动时间只有三分钟，超过三分钟的话，戴拿就不可能再站起来了。戴拿，加油啊！是不是要从头再来呢？不是，
应该是由这一刻开始，这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，我要建一个让大家一起学习、游戏、开心的地下都市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坚持到底，像蚂蚁一样，像蚂蚁一样。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飞鸟决定要使他振作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怪兽出现了。欢迎收看戴拿奥特曼的下集《制胜的一球》。